正在执行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号于北京时间12月1号顺利抵达中国南极中山站，并开展中山站区域卸货作业。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是中国首次派出3艘船执行南极考察任务，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主要执行科学考察、人员运送和后勤补给任务，天慧轮主要运送新考察站建设物资。